我不知道。塞子。好，那我们直接开始吗？对 ，start。我、哦、这个很像赌场哎、欸，有马戏团的感觉，可是又有点像旋转木马。哦，他们很像华丽的吧？他们很像音乐盒上面的娃娃哎、欸，而且有一点音乐剧的感觉，对不对？哇，好酷啊！哎、欸。哎、欸，这个好漂亮哦！等一下这个 MV 我喜欢。哇哦！我真的觉得这颜色太奇花了。等一下他们的颜色好亮，他们在打扑克牌耶！为什么他们可以把那个眼影？颜值很高才可以用蓝色的眼影。那个眼影真的，哇！黑文我来了，你、欸、太漂亮了吧！蓝色的眼影，我一直 focus 在蓝色的眼影。骰子来了，哇、wow, 是忙内吗？哇，对、欸、他好像那个美人鱼哦、喔，对，很像那个小美人鱼。哇，真的是很漂亮。猫咪，那只猫超可爱的白色。猫咪，它是骰骰子哎，这个衣服的概念。我来了，欸、还要换那个嘞，对，换节奏，停节。哇哦，莉莉，好美。你都叫得出来他们的名字，我又出来了。哦，莉莉好漂亮哦！我天哪！他是又再变了一次他的换看的那个吗？哦，对，好像又变回之前那个风格。猫咪，他都跟猫在一起耶，这样吐那个什么东西？对啊，棒棒糖哎，刚吐那个什么东西？彩虹糖。哦，哇，那个转身。在预告那个哦，等下他突然影分身哎、欸，影分身之术，等下他这影分身太多了，哇、哦，他们的耳环都好浮夸哦，他们的整个妆都很浮夸，我觉得刚刚长得有点像是那个什么《爱丽丝梦游仙境》里面的感觉。嗯啊那个扑克牌的那个猫不就是《爱丽丝梦游仙境》那只猫啊？我觉得他们整个风格就很像，因为扑克牌就是爱丽丝没了，太快了吧？没了，他几分钟啊？3:18？为什么？哎、欸，后面还有、欸、还有、那个，是糖果吗？棒棒糖吗？哦，水母哎、欸，水母是他们那时候第一张专辑有水母。他后面这一段是什么意思？就很漂亮。后面这段是在预告下一次吗？哎、欸，那个什么招牌性的 M Miss 结束 cut。请问有什么感想吗？就是呢，就是像刚刚说的那个，很像《爱丽丝梦游仙境》，有一只猫，然后那只猫就涂彩虹，然后有一个那个老鼠在前面跑滚轮。我不懂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就是后面有一只猫，然后前面有只老鼠，然后他们那个衣服啊，我真的觉得 cover 这首歌的人吼，那个衣服吼穿成那样子哇，所以不一定要选那一套。加油！这样很痛、哦、很痛。刚你是我断掌了一下，很痛。没错。我一定要秀一下我珍珠奶茶，然后结束，好继续。因为他们一开始那个衣服就是很像那个在马戏团或者是那个什么爱丽丝的娃娃，他们就是一个音乐盒上面的娃娃。然后因为那个我刚刚说后面场景很像爱丽丝梦仙境，然后他们那个又是扑克牌，然后又是那个骰子嘛，就是整个很搭那个风格，然后那颜色又很鲜艳，然后他们眼影的颜色也很鲜艳。蓝色的，没错，还有那个，哎、欸，它有三层颜色。然后它的嘴巴可以用死亡芭比粉，果然是颜值。真的，他们真的好漂亮哦，每一个都、欸、哦，真的很漂亮哎，然后鲜艳哎。对，然后而且他们就是又是拼接的，跟上次一样。但我觉得这次风格好像没有像上次那么跳痛，比较接在一起的感觉。对对对对对，那你还有什么感想吗？来说吧。声音好美哦。这边单独开放告白。
所以我爱你。哎呦，哇，太棒了，太棒了！一季他前一首歌也是很鲜艳的，你说 local 吗？对啊，是 local 吗？总之他们两个都是很鲜艳呢，我不懂为什么 JYP 突然变成这样子。JYP 也要走不同风格，就是一个很鲜艳。对，没错。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结束。然后喜欢我们，欢迎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小铃铛。大家再见，大家拜拜，拜拜，我先走了。